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哦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啊，我一直跟大家谈啊，这个很多人会想说，哎，这个盘哦，起到很多啊，是不是爱落哦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遍哦，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想哦，你自己想没有用啊，指数涨很多了就要崩盘了，对不对？指数涨很多了就要准备大跌了。哦，不需要这样子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从1268上来到这边，哦，它是价量齐扬嘛。那既然价量齐扬，第一个你就看量，它量只要不要怎么样，只要不要爆大量，哦，只要不要巨量长黑，哦，爆大量。那我个人说真的啦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，量缩拉回来，当然是买。但是我已经讲过了嘛。你买对不对？有些会涨，啊，有些会飙，哦，有些会涨，有些会飙，啊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谈到过，就是说什么会飙，兔子会飙，那，啊，什么会涨，什么会涨，对不对？护国神山会涨嘛？为什么？山是挡煞的嘛，但是会不会飙啊？哦，所以会飙一定是小只的，哦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观念，因为你现在这个低，基本上你的量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哦，可能很多人还在想着说，我牛年做什么股票，我牛年爱买什么股票，哦，我牛年爱买啥啦，我其实我就一直跟你说嘛，啊，你牛年那当中5000亿6000亿的成交量，啊，现在是兔年呢，要兔年，你不要说什么，你不要说今年兔年，你看像老虎年，对不对？现在严格讲起来兔年还没到来，农历年再讲，对不对？还是老虎年，你看今年老虎年杀声震天呢，尤其是年初的时候，哦，所以有人说老虎是好好歹，哦，你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你讲了，那老虎啊，那是很会喊，对，气势很强，对外强中干，你看今年老虎就知道老虎了，所以老虎我就跟你讲，这个郭台铭老虎，对不对？阿扁也老虎，马英九老虎，所以属老虎的人，你看看做过总统的，你就知道嘛，对吧？话拢足大声的啦，对哦，话拢话。怕怕人的了，怕怕就打在那裡，所以老虎我跟你讲就是这样，你看今年老虎年，可是你看牛年就真的温大大，哦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牛年啊，啊，这属牛的人啊，所以牛啊说真的稳，啊，老虎就是怎么样，老虎就是怎样，就是我们也不能讲虚有其表啦，其实老虎就是就比较怎么样，就是比较那个哦，爱本啊，爱本，你知道喜欢吹啊，哦，所以你看今年老虎年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，气势都老虎那出来就惊人，也不好嘛。所以你看去年牛年，那兔子年就是怎么样？我就讲兔子年就不一样了。兔子年说真的，偷啊歪掉了，但是就是偷啊乱跳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兔子年的行情比较没那么好做，牛年是最好做的。因为牛吼，你很容易抓到它的牛啊，那股票是很难。但是你看它牛年的时候，就是航运三雄买的，嘣嘣嘣嘣嘣一直行。对啊，台积电、联电买的，嘣嘣嘣一直行。啊，牛年你看中钢、台塑、南亚买的，嘣嘣嘣嘣一直行。有，所以牛年是很稳的。所以牛年的人啊，基本上啊，就是很沉稳，而且都大只的。你看它牛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川普啊还在任内啊，还人家哪有什么升息的问题？那你看拜登来了以后，你看啊，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川普跟拜登也就差就换就几年就换而已嘛，那怎么差那么多呢？川普说没有通膨的疑虑啊，对，川普还在降息嘞，对，他不是只降息，他说如果股票不涨的话，川普说我要把那个利息啊，把它变负利率哦，美币狗狗，你说啊说到这样啊，你今天往拜登来是经济面。啊，一样耶伦鲍尔，啊，你川普的时阵嘛，耶伦鲍尔，啊，你拜登的时阵嘛，因为啊，你来差济。啊，拜登讲哦，通膨哦，通膨哦，通膨吓死人哦，赶快啊！所以你看这个政治这个东西，这样换个总统，再换个脑袋，那你说经济有改变也没改变啊？那奇怪，啊，怎么川普的讲法跟拜登不一样？一样当总统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恭维那没啥讲，对 ，President is United States， 哎，恭维都无讲，你知道？那奇怪，你美国总统全世界最大的总统来恭维，那差多，所以就放屁。
所以我就跟你讲什么，哎呀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去看那什么基本面技术面的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一样的总统，难道今天川普不懂经济吗？还是今天拜登不懂经济吗？难道今天在川普时代通膨没那么严重吗？难道来到拜登时代通膨才变得很严重吗？换个人换个脑袋了啊。所以经济的东西，理论的东西，也得要今天看谁当总统，那整个讲法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有什么好研究的？对，谢金河恭喜在川普时代恭喜头，拜登时代又恭喜头，反正他就讲后话嘛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涨到700块的时候，台湾之光，谢金河啊，对吧？那那个傻爸娃的时候啊，台积电要一律要来了，谢金河不是安尼嘛，对不？全世界黄金起到要管管哦，以后哦这黄金不得了。以前几十年前，10、20年前，大陆在大涨的时候，谢金河带了一堆人去大陆啊，大陆要大涨了，台湾哦，以后哦没希望了，结果大陆崩盘。对，那金砖四国要大涨的时候，越南好的时候，谢金河带一大堆人去越南啊去淘金，结果全部都逃回来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不用看那些什么经济学者了，那讲那都屁话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都已经。对不对？已经快死光了啊！对，航运三雄在最高点的谢金河的说啊，台湾之光哦，未来这三条战舰哦，万海的三百写主持人哇，未来战舰对哦，台湾之光啊，起码拉个安尼啊，万海村60-70块啊，对吧？啊，这哦有问题啊啦哈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大家那种学者，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搞。当然，他可以讲出一大堆理论，但是说句实在话，永远是最后一只老鼠。那像那什么古月涵。对不对？每次讲，哎呦，这个哈、哦，哎，反弹上来2000点哦，哎，这个还有疑虑哦，啊，这个哈、哦，可能这个古月涵上次讲什么都忘了，涨了2000点，他说还会再破底哦，还会再破底。哎，奇怪，非凡东升很喜欢访问什么古月涵、谢金河，那古月涵呢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什么啊？这个要再继续要破底哦，哦，还要再一次那个哦，哦，还没到底哦。还会再一次的衰退哦，那我衰退，古月涵的公告还能让我衰退，所以你不要听到你去听那些什么名家学者在那边扯淡的。哎，我在美国念书哈，我今天说句实在话，每次哈说真的，学校那些教授有的都是那 Economic Fortune 啊，都是那杂志的那个哈佛的啊，都经济家学家，每次都把错。每次都把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陈老师，我都常跟大家讲，很难讲这种哦，什么经济理论哦，我就跟你讲，就听一听就算了啦。对，你不用听那么多了。马凯教授，什么刘亦儒教授啊，什么谢金河博士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听，哎，我们也不是听一年两年了，听着他们讲都听了几十年了，每次都反指标。嘿，非凡东升哦，每次都反指标。每次请那古月涵来就反指标，每次请那谢金河来就反指标，每次请那个麦卡教授来讲就反，那这学者都是反指标，已经跌到了底的他说很坏，已经涨到了头他说很好，那推出了一大堆数据，他可以跟你讲个3天3夜，讲一大堆数据都讲不完，那有屁用啊？人家数据都出来了，你在那边练那些报有什么用？然后跌到了谷底，当然数据都很不好啊。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这个行情，你就是买就对了。我在无厘头啊，我就跟你讲你就买了，为什么？我说你不要看小看小英啊，未来两年你以为他会掰咖、啊、你有看过齐天大圣孙悟空掰咖的吗？你有看过武则天掰咖吗？我跟你讲他不一样、欸、我常老师常跟你讲，你要懂猴子的心态。猴子你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有没有看西游记、欸、你不要有时候常常听陈老师在那边吼懒、欸、我讲真话呢、欸，西游记你要多看，西游记猴子是这几个啊，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那猪八戒在干嘛？小师弟。那猪八戒我跟你讲，那没脑袋、啊、你知道哪现在有哪些候选人属猪的？戈壁啦，赖清德啦、欸、我讲话没人信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孙悟空啊。我跟你讲，中国有很多东西啊，是中国很多东西是有它的道理，所以中国人你一定要怎么样？我讲中国人啊，你别再信那什么基督教，什么星座，我已经早就跟你讲了，中国人啊爱拜拜，爱拜拜，那高表一点 kitty， 拜拜高表一点 kitty， 你看他基督教有没有？基督教十字线，十字线你知道吗？十字线，
哎，我讲话你不相信呢、啊？那中国人怎么会看星座呢？中国人当然看生肖，中国人一定是看生肖的。我陈老师，我常常讲，人家都不相信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要常常看这个叫做什么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天书啊。我陈老师，我常常跟人家讲，人家不相信，哎呦，这个哈、哦、小婴儿掰咖。我跟你讲，你慢慢看，未来这两年哦，我跟你讲，行情还要再更好。行情还要再更好，我讲话很多人不相信、哦、不是说属猪的人不行、啊、属猪的人就是属猪嘛，所以你没看到柯比你常常在那边抓头，你有没有感觉像猪八戒抓头？对，你看他蔡英文，你看他两个眼睛，你看那两个眼睛呢、啊？有没有像猴王啊？你看他脸像不像猴王？以前也台湾有一个啊，王永庆啊，王永庆你知道吗？有这个人你知道吗？猴王啊，猴仙啊。哦，另外蔡英文，我跟你讲，头发剃掉，你有没有觉得跟他搞，跟他直接搞嘞？啊，我讲话你不相信呢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不要认为这行情会结束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台湾现在我已经跟你讲，兔年两大主角，一个生技，另外一个 IC 设计。欸、我跟你讲、哦、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，你看今天金红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像拉回来的建议啊、深达，你要注意、欸、我陈老师讲股票人家都不相信了，有一天涨上来了你就相信，你不要小看那个建议、哦、我跟你讲那个深达这些股票建、哎、我跟你讲、啊、很多人买股票他听不下去我讲，我说今年来讲一个生技一个 IC 设计，为什么？因为 IC 设计基本上来说的话你知道它有个天性，它股本小，你不要看像创意四星 KY 呢，你不要小看像这个股本小，哎，我讲话你不相信，像这个金红上来的你要开始注意什么雅信啊啊，还有什么啊我不能讲太多了，创意的啊，四星 KY 啦，啊，金红啦，金星科啦，金相光啦，金豪科啦，啊、我讲为你不行啦，所以你要知道兔年特性在哪里。然后呢 ，IC 设计跟生技类股，我一直跟你讲 ，IC 设计、生技类股，这在兔年很重要。你听不下去哦？啊，那没关系。那你有时候我就跟你讲，那个在老虎年哦，有比较强的，它在兔年不行的。我有时候常讲哦，我说这个很重要。IC 设计跟生技，兔年这两个族群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跟你讲就是小而美、啊、因为它就是小嘛，这两个族群都是小，所以它一定会比较活泼，活泼你怎样，然后而且你会比较抓不住，因为兔子有几个特性，第一个抓比较抓不住，你有听过牛抓不住的吗？牛你有没有听过抓不住？牛很好抓，因为骑在上面，航运三雄涨涨，而且牛很奇怪，走路就一步一步一步，所以我常常跟你讲，中国人不要信什么星座，信星座不会准，什么星座专家，那是阿多噶，你知影？啊，我今日甲你讲，阿多噶就信基督教的，信天主教的。咱中国人，咱以前就是佛教，爱看《西游记》老师在讲的笑话，我讲你不信。西洋人、洋人信基督教、天主教 ，OK。哦、你不要再来这种教会，我跟你讲那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哎、每天都告诉你啊，阿门阿门阿门、欸、我讲话的时候人家不相信，所以 我今天跟你谈一个东西，就中国人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好搞嘛、啊、中国人一定是生肖俩偷啊俩没掉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生计呢，这个生计我跟你讲他要上来的话很凶啊， IC 设计也是很凶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怎么样？第一个他抓不住，第二个怎么样？他活泼，第三个小而美，所以这一定是兔年的特性的。所以你去看牛年，你有没有看到牛年？
牛年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航运三雄抓着慢慢起，对，回来就是买，回来就是买。而且牛它就步骤就是一个，所以你要是属牛的人，你喜欢怎么样？按部就班的。所以属牛的人很固执啊。属牛的人，你是不是喜欢按部就班？你在座的观众，你是不是属牛的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按部就班？比如说你边要有属尿气耶，你有没有觉得那尿气的乱穿、乱跑，一天到晚那边乱跑乱跑，好康哎呦！哎，老鼠是皇帝命，你知道？好康哎，刚好跨了一啊。哦，那等到后年龙年，我想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记住我讲的哦，龙年就长什么？长龙头了。龙年世纪的就不一定啊。龙年你知道属龙的人哦，属龙的人不是说他是龙，属龙的人有个特性，这个人你有时候看到，有时候看不太到。龙啊，属龙的人你知道，有时候可以看到他，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怎么这个人好像不见了？你有没有这个特性？有没有？哈、哦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说你不行的、啊。哦，所以属龙的人是他是高高在上，他有时候他也不太爱出去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他，哎，有时候哎呀、啊，不见了，这个人不见了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是说他厉害啊。今年老虎，你看老虎就知道了嘛。今年你看看股票的感觉，看你嘎呢，嘎嘎嘎嘎嘎，对，一直买一直嘎，航运三雄一直买一直嘎，啊，老虎呢在咬，刚好咬牛年赚的钱。所以你旁边要是属老虎的，怎么样凶啊？而且老虎呢，官司，官司啊，所以属老虎的都有官司。你看马英九有官司，阿扁也有官司，还有谁属老虎的有官司？郭董，哎，我讲话不相信、啊、因为老虎就喜欢跟人家斗，对啊，牛就是很步骤很稳哦，所以我今天跟你讲偷啊你，那个兔子年，那兔子年会长什么？哎，我陈老师讲话人家不相信。所以陈老师，我之前跟你谈到这个，你要很注意，兔子会跳啊，会跳。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只哦，你不要问我了。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兔年最红的标股，今天给大家在 QR Code 里面， 2023年。我陈老师常跟你讲，一年才一次而已，一年只有一只。今天在 QR Code 给我扫进来。好，我陈老师跟你讲很重要，还有我之前跟你讲过的东西。很重要，接下来你要很注意这一只股票，记住王董事长在兔子年谁的位置会很低，速度会很快，兔年最大最大最大最会跳的，我今天跟你说没人要信了，记住了，兔年讲究的就是速度了。我跟你讲了，你等50块你再来买了。欸，我陈老师跟你常跟你讲一句话，你这边你一定追，你现在不买，你这边一定追，就跟那银邦一样了。你等到追到了，等到今年你追到了这一段的时候，到这边之前这一段最多人买的，这一段一定最多人买的。我一直跟你讲，你兔年就要很注意到这个东西，你知道，很注意到这个东西，把这几个字把它放在心里面，位置很低，速度很快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偷啊。偷啊！第一个讲究位置。哎，你有看过兔子直接跳的吗？你看那个牛，对不对？牛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它有跳吗？它没有跳吧。所以你牛年很好买嘛。台积、联电、航运三雄、中钢、台塑、南亚，这牛年是不是很好做？今年又不是牛年，而且今年老虎年，那现在接下来是兔年呢。那你看兔子跳是怎么样？兔子跳它会直接跳吗？它当然先蹲嘛，它不要蹲的位置很低啊。我就讲你元宇宙，你今年错过了吼，没有了。陈老师啊，我等牛年再来买那个小兔子，那我一路待机。龙年记住我讲的，龙年就是龙头了。
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龙年就是龙，又是龙头，但是它那个跟牛不一样哦，那个龙头是不一样哦。哦，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这个观念，所以有些股票啊，你把它放在心里面的，你等到真的上来的时候，陈老师啊，哎呀，我那个哦股票我都不太爱买，我知道你不太爱买啊，你不太爱买，但是有一天会不会上去？哦，像之前陈老师跟你谈这个，你也要放在心里面哦。哎，这个、啊，我一直跟你讲，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封关之罪啊？哪一类的？哪一类的 IC 设计啊？因为陈老师啊，那 IC 设计我都不觉得 IC 设计真的会涨吗？你不要买哦，你不要买 IC 设计，你不要买了，你不要买 IC 设计，你不要买啊，我买就好了。我是疼爱，我挺爱买 IC 设计的，因为它股本都很小，都是十以下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来讲，有一个族群它的股本大概在兔年最容易发挥的，股本都十以下。IC 设计，我陈老师常跟你讲啊，有时候啊，兔子年，兔子年，然后我陈老师常跟你谈的东西啊，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呦，陈老师啊，我管他什么位置低不低啊，反正我都喜欢追高啊，那你不对了。你兔子年你一定要找位置低的。哦，那未来大家是第一个比速度啊，啊兔子不用比速度嘛。哦，陈老师啊，我不用，我兔子年我只要买会涨就好了。基本上来说的话，会涨在兔子年它变成容易会跌。因为兔子不喜欢慢慢动。兔子要么就涨停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等三支你才来买没关系，我今天我来说一句话，你三支你才来买啦，三支啊，你到了这一支再来买啦。我跟你讲，王雪红的最爱，未来我跟你讲什么叫王雪红的最爱、哦、最近啊，在拉斯维加斯，在很多地方开始有这个 VR 展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你就注意就对了。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好讲什么。尤其现在慢慢哦，国民党，哎，我再讲一遍了。反正你就先把这个记住了。那我跟你讲，你等到后面再来追都可以。你到这边来追，还有肉啊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在这边开始买呢？哦，那每次我就讲，以前在银邦啊，讲下面不买，涨了第一次还不买。涨了第二支也不买，这人很奇怪啊！涨了第三支才要买，人有时候要涨了第三支他才要买，他也很奇怪呢，好不好？今天陈老师给你东西，好好把握，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-3366，85113366，鼎业投顾。
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封关前，今天赶快来扫 QR Code 哈、哦，赶快扫 QR Code， 封关前，封关前哦，最后几天，最后几天哦，注意，封关前哦，叫你注意你就注意了，封关前要涨最多。各位投资朋友注意一下就好了，满不赢哪一点涨停追到第二三只那就没意思了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